的万红柑去弄破醋空，摕红柑壳弄破醋角。哎，啊看是要摕红柑来补醋空，是要摕红柑壳去红醋角。那我们有讲国语的跟台语的，现在我们来讲客家话的。客家话也有绕口令、啊。有，你们注意的听的，等一下你们大家都要学啊。好来。好来。那上法去上讲真相，发现上讲的法真相。来，李真，来，等一下，先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字啊？我拿香花到香港去进香，哎，发现香港的花更香。请到这两位，大家一站这边看着的，大家对他们非常的熟悉，啊，今天服装啊，都穿的一样，非常的搭配，证明他们最近一定有新的作品。怡真，你对碰碰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对碰姐印象最深的时候，就是她的客家话讲得非常的好又快，好流利哦。这因为她是客家人嘛，就是啊、可是不见得自己是哪一省人，他那一省的话就特别的好啊。像我国语就不见得很好，那是你啊，那是你啊，因为自己比每个人都很厉害了。就是啊，像我们家隔壁哪里，我家隔壁有一个小孩子5岁啊，可以跟我们台湾这个。东吴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交谈，有英文这么好，因为他是美国人呢、废话，他是客家人啊，客家话一定好。不过我们怡真已经很不错了，节目主持那么好，哪里我还要跟两位学习呢？哪里，我还要跟你们三位好好的学习呢。你尽量不要跟我们学习啊。为什么？你跟我们学习行的造谣呢？但是你们有没有可爱的一面？我想这样子，既然谈到这个速度这么快，今天这个碰碰是不是？我们先等一下，先请廖俊。好，听说你的嘴巴也是很快。没有，我们来一个这个最通俗的绕口令，好吧？好，绕口令。绕口令啊，一般的这个绕口令大部分都是国语的啦，对，台语的绕口令就比较少了。你本省人嘛。那么我来讲一个绕口令，由你们来试看看，好了。好，很简单的是，万红柑去弄破醋空，摕红柑壳弄破醋角，看是要摕红柑来补醋空，是要摕红柑壳去红醋角。啊，这是假拍工，我放弃。讲到台语啊，安迪是比较厉害，安迪讲讲看。安迪讲，万红柑弄破醋空，但红柑壳弄破醋角。看是要摕红柑补醋空，还是要摕红柑壳去补红梗？补红梗去，我个补破梗。很难讲哎，我们周大哥周林，我的台语，你要念到这种我就死棋了。这个讲来讲，国语的怎么样？国语我当然是可以。来，我们念一段最基本的。摘红柑啊，不是。对，是摘红柑啊，摘红柑撞破醋空。这个用丢啊，丢红柑壳弄破触角啊，看是要拿红柑补醋糠，还是要拿红柑壳去补醋角？大哥，您确定您讲的是国语吗？那我们有讲国语的跟台语的，现在我们来讲客家话的。客家话也有绕口令。有，你们注意的听的，等一下你们大家都要学啊。好来。好来。那上法去上讲真相，发现上讲的法真相。来，李真，来，等一下，先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字啊？我拿香花到香港去进香，哎，发现香港的花更香。哦，这个客家话听起来都专香哎。来，你来讲讲。我来讲讲看。那上法去香港进香，发现。香港的人真香啊！你何对台语去啊？不好讲。所以说，隔行如隔山。周大哥，好不好？那客家话不是臭同一堆来啊？很棒啊！香怎么讲？香怎么讲？熊哎，熊熊，拿熊发起熊拱起熊。怎么有人在哭？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李敏然，口水有点一直往外喷呢。发现熊拱的发金熊。哎呀！棒，这个真的有语言天才耶，不错，今天就把假拍供了哈。好，但是今天两位到这里，当然也重最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说你们两位出的这一次啊，就除了出录音带以外，不知道好像出了录影带。对，写真集吗？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过去出了很多所谓说说唱唱的东西，那么将近8年的时间没有出了。那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反映了，尤其塞车塞得厉害嘛，希望这个车上能够听听我们这个以前这个说说唱唱的东西，所以。我们这次取名叫做热销话，很热闹的、很畅销的话题。台语有做热销话啊，有那讲太听啊。这句话对，翻起来就很好听了。对，跟热销话讲成热销话、俏皮话、俏皮话。我们讲了半天，我们总是要听一下吧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
相信阿舅会吃脏水，哈你敢会相信阿的路清脆？热烧会乎恁心凉被吐开，热烧会无听你的大心肝，啊青梅的会当写情诗。Tell me